先看看这个挑战的歌曲的 MV 是这一首。哇塞！快要死掉！这首，谢谢，这个太狠了，太狠了，快要死掉！这个你气要吸好大一口，对。而且我觉得慢歌一口气要50多个字，就是很难，因为快歌至少还可以抢一些气。我先把秘诀简单的告诉你一下，好吧？好。你那吸进来之后，你千万不要急着要去吐字出来，慢慢吐。因为跟马拉松一样，你一定要懂得配速。哦。不知为何当初你是不吝啬，又纷纷扰扰，恋爱之中满天风雨，你会忘记了我。假装没事，再继续唱下去。对。然后迅速。这机会。麦克风拿远一点好不好？我在想，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旁边可以放一个那个氧气罩。太好笑了，气球好不好？许哲佩。
口气一吸进来就56个字，对啊，对对对对，太难了。然后唱到后面，我觉得我喉咙好干，很干，对不对？唱这首歌的时候，反而现场不能配。我们后面再讲你怎么样，你前面一段唱小有紧张，到后面竟然在那么快速的56个字里面啊，你还字句有表情，对，情绪了，他有那个圆润表情的感觉，游刃有余。而这一个，这是属于什么？你知道吗？这种叫窒息性的歌唱。对，这你们可能不知道，窒息性的，对，就是唱到底啊，对，他就是要把声音到你没有在空，你的身体里面没有氧气状态的发音，哎呦，对，很特别，这个没有听过吧？厉害厉害厉害，这有点像是听过，有点像在玩那个自由潜水，对，你到最底下是1分钟 free diving 到1分钟之后，没气，它会开启一个氧气的供应，对，只是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情，我们都很压抑。那个 free diving 你玩到最极致就是叫 free diving。对，所以歌不要写的太让我们唱完之后会有这种感觉，不是很窒息，也不要了。歌唱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啊，真的有窒息式？宪哥有时候讲一讲，你还有，有，国外都是有窒息式的歌手。好，原因就因为它只会出现在一些尾字，我也深呼吸。但你尾巴就想着，你不用怕，不用怕没有气，对对对，你不用怕没有气，因为就要那个没气的感觉，就要没气，对，那个叫窒息式的歌唱，大声把它唱出来。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中间偷袭了，好的坏的又偷袭了，跟着歌的歌人欢喜歌唱化着让我选择。好啦，宪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好不好？怎么样？其实这首歌我有练。真的吗？哎呦，来你来吃。真的吗？这首歌他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唱给我听。现在不用将来，将来就现在，不要现在。十，不要走，不要走，我等你六八哦，阿爸已经是衰了，我不管你了，好，来唱，来了，飞了，飞了，因为一见面那一段哦，来了。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心理预期怎么会这样？就马拉松了，就那配速很重要。对对对对，我觉得刚刚宪哥提醒的很好，就是字的配速。对对，那个配速不要一紧张，前面全气全吐光，冲太多了。夏雨桐，恭喜新专辑唱片叫做不安，希望大家好好听，加油鼓励一下，好吧？谢谢雨桐。